奶茶色我自己非常喜欢，三个颜色分别有不同的感觉。好，那它算是这种 oversize， 可以围盖到屁股，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里面穿一件什么短裤或者其他的，我觉得都 OK。它是薄款单层的大学 T 布料，海外地区也可以穿。它就是里面你自己加一件短裤哦，你要皮裤什么小短裤都可以，运动裤也可以。它就是拥有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奶茶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买，穿牛仔外套，我觉得整个颜色色调起来是非常漂亮好看的，然后很显白。我现在穿的米白色，我们的米白色烫金超漂亮，有没有？亮晶晶，它是单层的那种薄款帽 T 的料子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哦。然后我是把它箍上去，你看整个放下来超好看的，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出门了，遮肚藏肉。然后呢下摆完全高弹性，你要穿到什么阶段都有。来一字领它也不会掉下来，你看我算瘦的，我的肩膀算窄小，但它也不会掉下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恰到好处。黑色的烫金是我觉得最漂亮，上面是做螺纹的。